到啊？能看见吗？看不见。全军出击！真是怪呀，怪异呀！我最讨厌的生物就是一只蓝色的刺猬，因为我跑不过它。我们这把王八得老猛了，没人能打得动，没有人 nobody。 谢谢马老师专吃奥利给，感谢纽约。还有一分钟开奖啊，一个办卡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奖了。那叫强哥在纽约啊。谢谢那些，我开个打不了，你跟我打，你跟我打。哎呀，小老弟你挺有意思啊，给自己闪现打出来了呗。等个二啊，不等二不打。这不好杀呀，这他敢上吗？那没法杀呀，不好杀。他有意义的话，俺俩不太好杀。谢谢办卡抽沉妹，谢谢办卡抽沉妹魔法少女兰林汉，谢谢白白家的子鱼，还有十秒钟开奖啊！你给我回来。晕我一下，这真不知道死字怎么写，我拱死你。你还敢塔下打扭吗？呀，来人了，等会儿啊，等会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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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不对啊，发车。他指定打不了眼，我们转一圈，我们闪现走位，W 开起来，以为能杀得掉我，其实不然，打他一个闪回家了。来不及安计算器。不开心。其实我觉得这波可能我不需要交闪现，你们觉得呢？我只需要在哈子扣我那一瞬间，我一个轮子把它一打断。可能哈子还在啊，我们先去查个眼儿。这边兵越多我越开心，直接逃辅助。美的你，美的你还敢上来？还美的你真是，跟我打来，你打得动我？王八说了，我最讨厌的生物就是一只蓝色的刺猬，因为我跑不过它。王八说了，蓝色的刺猬是他最讨厌的生物。那么请问蓝色的刺猬到底是谁？索尼克，好吧，索尼克。
我先来个小反甲吧，然后再来个护甲。其实我先出大反甲也行，你们觉得呢？也不用非得先出日炎，第二件装备再出日炎其实也行。打呀，个怂逼，这么怂还玩武器大师，给我死，跟我硬磕上了，拿什么跟我打？算了，不拆了。这波拆的话容易出事，先回家吧。我不的，我就先出大反甲，这把我就先出大反甲了。那大反甲叫60点护甲，这玩意儿才加30点。看一下符文，好的。首先余震增加我们的右度，不带征服者，因为我们不需要他那点征服者那点回血。其次带个爆破，生命源泉我们自己单线，这个天赋相当于没用。复苏之风加复苏可以给我们加回血量，然后反甲可以触发贪欲猎手的回血，并且 W 可以触发血之滋味，让我们能回血回的更多。明白了吧？非常好。啊，你俩能杀我吗？玩呢跟我呀，玩呢这双 buff 啊，不要了是吧？我吃他，还杀我？我刚想说，你知道我刚想说，我说要是蛤子呀，加上武器大师两个人，他俩都打不过我，然后他俩就来了。还要杀我呢，下回看看还敢不敢来啊。我能红回血红 buff， 你能吗？你别让我嘲讽到你啊！我断你兵线不是没有理由的，兄弟，我自然是能杀你。上高地。走，上高地。这是武器的传送，我们上路再追一会儿。
趁现在大家帮我算一下账啊，我们需要我们需要1000加上500加1000，2500啊，那够，2500加300，2800，哎，刚好。反甲布甲还日炎小布甲，哎，刚刚好。走上高地，别挡刀。下路怎么这么多人啊？好勾，先杀派克，因为派克可以杀我，好吧。打呀，打！听见没？打我，快点打我，听见没有？打我！靠！点人！笑死我了！居然没反死，哎！可恶的点炎，不过还好是派克杀的，可以接受。啊，小黄毛没有鞋，那不随便杀。萌萌萌，正好杀你的时候轻轻点。Double kill. 你连鞋都没有，你能跑哪去？你说你能跑到哪里去？你又能跑到哪里去？本来我想上高地，但我现在一看，我还不够的用。我们还不够用，刚才就你啊，你在我面前射人，射命点人，我些大师，哇，洗澡了，我些大师。就把他红打了去，把蓝打了呗，打完红打个蓝的。压了，你在干嘛呀你？为什么不让人回家呀？为什么呀？因为什么呀？不行，700钱不够。兄弟们，这条土龙很重要，我需要这一条土龙来给我加4%的护甲模块。
还是8%，我也不知道。好，我需要这条小龙，非常需要。打龙，打龙。打龙啊你俩呀，我没想到这 ADC 居然还敢再打架，我是真没想到。打小龙呢，哦，我们找到小天儿，也不知道他在那干啥呢，学么啥呢？我的老大哥，踢球，还踢球？你今天塔下你都走不了，杀！你今天就搁塔下你都跑不了，我跟你说，你都跑不掉，你根本你就跑不了。明白什么叫诱捕？这泰克差点一穿三，我天哪！把这个卖了，好。寒冰，等我来救你！我给你嘲讽他，我看谁敢办你！致命点员，抠我，来抠来！去吧，抠！抽个蓝盾去。我还没拿王八出过九头蛇呢，下件装备就九头蛇啊。302，爬着呢，是不又搁这儿呢？我相信哈子不能走啊，他一定在某个角落。我想出个九头蛇，对面的没有斗志了，你知道吧？虽然29:9吧，但他们家翻盘点啊，确实也没有，确实也没有，没啥翻盘点。小黄毛还踢球，结束一滴你摸眼，时间往往总是过得这么快。
十一，十四，十四，一百三。为什么劲打到我的身上会有真实伤害呀？十四点。